Yeah!
Yeah!
次广播，这里是死寂幸存者营地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可以前往这里。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和水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都过了一个月了。也不知道物资的事情是不是真的。一个人都没有，也没有电。哎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找找配电箱在哪里吧。
么呀？保险丝竟然烧坏了！啊，附近汽车里应该有保险丝，快去找找看吧。会有警报，我得赶紧把它关了，然后找点物资离开这里。
刚刚那个人是谁？什么东西？Oh.
Yeah.